众大家好，我是王和琴，欢迎再度准时锁定当冲俱乐部。好了，今天的盘是这个，很多投资人一早就在问和琴哦，说要大崩盘了吗？如果你常常这样看行情哦，你会觉得有大崩盘或者是大涨小跌，你都不知道该如何操作的话，来跟着我们鼎业投顾的当冲英哥鳄鱼老师一起来操作，安心放心赚大钱。是啊。啊，投资者都拢安尼啊，啊，起讲起，落讲落啊，真正常啦。可今天早上是真的很吓人呐、啊，对不对？啊，无多啊，都美国那边都落个安尼密密麻麻。嗯，但是中间是有在做一些拉抬，也像这个之前鳄鱼老师教我们的哈，那个台积电就是一把手，吼。是呀、啊。存丢来，存丢去，就。他就是，你觉得他跟美国那边哈台积电的 ADR， 嗯。它那个溢价空间高达14.5%啦，哼，要么你就把它涨足嘛，不是，哎，它就预留那些空间哦，哎，可以上下其手。嗯，那辉达、啊、大家也会觉得哦，跌了4%多，哦，很害怕。是啊，大家惊啊。所以今天一早要做空单，对不对？是做空不对，但是你爱要进股票啊，你不要进股票嘛，无效啊。这就是问题。所以我说嘛，最后还是要有选股票的功力。当然啦、啊，你要看哦，啊，台积电就好了，嗯，没得开低走高了，你能拿它怎么办？对吧？从跌300-400点，给你又到要背盘去啊，对，对不对？嗯、所以我说嘛，最近的行情，安尼看来看去，敢好做？无好做。哦，无好做。我非常有感觉，金价无好做。无好做。那前两个礼拜，前两个礼拜都是呈现那种开高走低的，啊，今天突然之间开低又走高，投资人 是，你知道吗？会绑手绑脚。是啊，会惊惊。当然。哎，做落去，大家嘛知会一个了钱无？哦，啊，然后等一套吼，迄心情吼。哦，一个结鬼完安尼啦！而且老师，你有没有发现，投资人如果想去买的，好买完之后，这个等解套，等完解套之后呢，觉得哎大盘涨上去了，他有机会、欸，对不对？哎、欸、是。不好意思，又轮动到别的族群。是呀、啊，所以我们在跟你讲吼，单解套迄是一种极痛苦的代志，它一直在延续，哎、欸，就是赌明天，赌后天，赌后天的明天。啊哟，这安尼赌徒式的做法哦，唔通啦！我早就跟你讲啊，咱改变、嗯、用当冲应对，你会觉得日子哦过得很轻松，嗯，哎、欸，也没有后顾之忧，然后呢、嗯、每天都很开心过日子，又不用套，不会有套牢的风险。是啊、当冲是今天做完就弹就掉，对嘛？拿钱回到口袋里。是啊，啊，无你甲看啦，今十月来啦，嗯，看好好啦。问题敢有好谈？无好谈。嗯，就我讲的，你就爱要进股票，对哇？你不要进股票，同款啊！啊，过来呢，哦，啊就紧张刺激啊！因为明仔载台积电法说会，啊，这个戏是不是怎啊对明仔载台积电法说会就煞去啊？会不会？哦，但是从技术角度来看，已经在告诉你答案。哎，要怎么做？拉高战卖方，因为一旦这指标出现超热背离，再往上的空间就非常有限。反而呢，你要提防，哎，让它解套卖压啦，哦，获利卖压也可以呀、啊嗯，对吧？你了钱就使卖，人赚钱为什么不能卖？哎、啊，为什么拢是别人赚，我拢无赚到？啊，最主要。掌握的时机点不对啊、嗯、这如果说起来哦，历史多了，我待会要对哪里说去啊，说24,000以上啦，对吧？7月12号，24,400是7月11号，过两天鳄鱼老师就跟你说局势逆转啊，你就要说他啊，人可以，你不要再去赌行情，这百名百稳落的，你还偏不信啊，叫你讲哦，啊股票袂买啦，哎，你握有股票，你要担负着很大很大的赔钱风险，你听袂落啊？你刚才什么相信那个讲30,000的啊？你当时目睭发白白，刚好看到咱台湾加权指数30,000，
无啊，都二位老师跟你讲完了，都谢谢啊，有空再联络伊啊。嗯，跟你讲股票买卖，持有现金，该用当冲。你看二位老师当时跟你讲的，七月，迄当时24400的时阵，都跟你讲爱用当冲啊，你还偏不信。结果呢，行情坐落呢，阿娘话啊，落个会破纪录呢。4700点，等到跌破20000，我跟你讲微型反弹，你紧来哦，要赢的紧哦。哇，你怎惊到？会不会跌到17000啊？会不会到15000啊？哦，就用你那个功夫，气功气落功落，你这个判断，你未免落差太大了吧？对不？所以我跟你讲，这个股市。不是像这样的做法啦，你看看我二一老师判断的对不对，微型反弹马上正经就把你微型反弹起来，起2800点，刷下来这个行情就开始过来过去了，你还偏不信，五半个月啦，我就说那以盘带跌这样的各个月去大家都没开了啦，这就要怎么处理比较紧，置于死地而后生，过来自杀一届，结果话才讲尔，骂我二一老师乌鸦嘴，断落去尔就1100点。你说怎么办？怪我太准吗？对不对？所以到这来，我咧甲你讲啊，指标已经超热背离转弱啊，搁去离空间有限，咱就吼逢高占卖方。人家，你甲看卖啦，十月份。人赢到笑嗨嗨，那为何你做一个股票做到艰苦一挂？你有没有去感受、去改变、改变做当冲，迄种逐工赚钱迄种乐趣？到尾啊哩，你会发现到说，你相信我的投资朋友，你就感觉真的很轻松愉快，每天都在。赚钱，每天都是大赚一杠，安尼唔是日子才好过？你为何要去赌行情呢？啊，佫袂晓拣股票，啊，你看报纸啦，吼、哦，遐简单哦。我来讲，你不会解读，马上中毒啦。看报纸还咧上攻啦，你要知道，迄消息上放出来，迄就是一手钱，一手股票，迄个人伫放消息咧。哦，等下你。看你讲哦，啊，迄度人诶吼，吼、哦，拢诶文章拢写甲偌好咧啊！啊，可是你想问老师、欸，投资人被骗这么久了、哎，为什么还会一直相信？啊、为什么不相信我们鳄鱼老师55连胜的技术？那个最主要原因是在哪里？什么？因为信息的取得。哦，你说他们那边至少他们看得到些，对啊，总觉得哈哦 ，OK， 对不？啊，但是无赚钱啊，看。就赔钱，那还要继续看？啊，不多啊，这都是他的宿命啊。买啦，他改变，他的格局只能到这里而已。都还没发生的代志，我跟你讲之前，你干嘛要相信我？就刚刚所讲的啊，嗯，哎、欸，叫你哦，24000以上，你不要再去赌行情。你干嘛要插我？当时，你干嘛要插我？你嘛相信那30000点的啊？对不对？过来，我咧甲你讲啊，跌破20000的时阵，叫你进来，你有来无？无，你就那下看17000、15000啊。啊，那就已经套牢了啦。啊，所以我甲你讲，你的格局就是这样子而已嘛。为什么你会输？啊，为什么人会赢？差别就是在这里，对不？你唔相信我，啊去赌行情，赌到哦输到，连个阿妈面前也上。你怪我太准，我没跟你通知吗？我做的节目，讲一句实在，顶杠有名声，下杠有出名啦。人家一挂吼、哦，较自信的吼、哦，欧里桑欧巴桑啊，哎呦，老师哦，你有够准。嗯，大家拢要锁定二一老师节目看就好啊，对不？未卜先知，还未发生的代志，就跟你讲进程。我唔是来跟你讲马后炮啦。但是当时还没发生的事情啊，你怎么会相信？
所以我跟你讲，这是信息落差嘛。你得看到迄报纸，人家啊吼啊新闻啊大大字安尼跟你讲哦，啥某某某股票啦，吼、哦、都安怎都安怎，你才跳进去。我就讲嘛，嗯。你安尼要安那赚到钱？所以老师，你知道吗？十月份加入的会员呢，这个都有一个想法，他说加入你之后可以赚钱，但是每次你的操作的方法或者选股的方式，他们还是会觉得哦很神哎、欸，为什么你就可以这样？他们以前就差别在家啦，哈、啊，都差别在家啦，哦，三要素啦，这爱叫起刚来啦。唔是看了盘安怎哦？哦，去的时阵，大家都个吼，不管三七二十一，就哭个热个啦，无遐简单啦。干哪遐简单赚钱哦？就不会有鳄鱼老师了。确实有影，真的。啊，无咧五十五连胜安哪来？所以投资人有时候还是要让自己知道，如果你一直没办法赚钱的话，我们就换个方式，换个感受，感受一下。对啊。所以我跟你讲，人爱较资深的，一寡欧里上欧巴上，人就较了解。嗯，哎、欸，相信鳄鱼老师所讲的，哦，所以说人会锁定这个节目时段来去看。啊、你看老师啊，你这個时段安尼，吼、哦，真的很尴尬。啊，我这拄拄啊，咧下班时间啊，啊，这暗时十二点就困啊，啊，无安尼，哎、欸，你加入鳄鱼老师的 Light，、嗯、对不？你甲点遮，上下骹遮有一个四宫格。哦，它会连接到鳄鱼老师的这个时段去。来，我看这手机啊，哈，我用给你看。重点是看了这个时段的时候，你还可以知道。像安尼，嗯，你加入鳄鱼老师的 Light 有无？上下骹有一个四宫格、嗯。哦，啊，你若要看鳄鱼老师的节目，你点它，点着哩，它马上会连接到鳄鱼老师的节目。哎，它马上会连接，有无？它就会连接到这个画面来。啊，你等一下哈。嗯把点一下，他就马上会播出哎，鳄鱼老师的节目内容。所以要插一句嘴，单单啊、要提醒投资人，如果你会觉得哎不相信，你去看那个上面的节目，是啊，对不对？每一天都在播出，我们也不用放重播带。是啊，是啊。嗯、所以讲啊，十月份你嘛看讲啊，到底是什么行情？搁而且也无几天的营业日啊，已经过半个月啊，对不对？啊，你大家嘛在讲啊，啊，当时会当一套啊。啊，同时会使赚到钱啊！来啦，唔免等鳄鱼老师一百胜啦。嗯，好、哦，你加等是减赚尔。你甲看讲十月份咱安那表现的，来，你甲看卖者，十月一号，十月第一天，宏德有无？这赚了13块，都免半点钟呢。嗯，这都已经47连胜啦。再来来，十月二号，唔是啊，应该是吼。休完台风假以后啦，来十月四号，这个迅德安尼落去，哎、欸，赢了5块，所以十月七号又个迅德，哎，多一空，你甲看，很不嘞，唔免半点钟涨停去啊，咱讲流仓，所以你甲看，隔日冲拉高卖，即安尼隔日冲解谈的又个18块，安尼才爽的无？好，过来，所以。咱个10月8号华晨，有无？即安尼落去，嘛是18块的价差，即个50胜啊！来，搁刷哩。10月9号联军，哎，又搁现买现涨停。哎，你若收到鳄鱼老师的信息，你唔通搁小耗的，你唔通搁等的，无通较低安尼，瞬间尔就扭落去，就免半点钟，马上涨停。咱鳄鱼老师讲流仓来，你也看，隔顿工拉高卖，这拢加赚的啦，赚了14块，啊唔加只爽的，加赚的未少哩，对不？再来10月11号来智胜，有无？走了伤紧啊，老师涨停呢，无紧啊，无咱买还佫赚了10块，这都52胜啊，来53胜正机，来往下做。赢了12块，对吧？即嘛吼，走了伤紧，哎，老师跌停呢，啊，你安尼这早都啊，走去安尼啦，可惜，简单的吼5-6块拢有，是不是？来，过来，加币期，哎，10月15号，来，这个涨，安尼赢了3.5块，即嘛走了伤紧啊，
有无？哎、嗯，嘛冲到要涨停板，是不是？算了咧，就今仔日，哎，55连胜，来，神来一笔，张路先给你出招，就跟你讲哦，你的手机啊提起来，你个扫描 QR code， 加入二一老师 Light 就好啊，就这么轻松愉快，就可以跟着来赚钱。哎，有些投资人不相信我扫了留电话，真的会跟我讲吗？有啊。咱助理甲你通知的时阵、嗯，你就爱卡手较紧尔。对哦。前顶，来4908的前顶，来，就是安尼。甲你通知就是这啦。4908前顶、嗯、建议的113.5或者市价先卖，准备当冲。盘开落去，咱马上就赶紧做动作啊。嗯。哎，唔是搁底啊等一下啦，搁看一下啦，歹势啊，搁等一下看一下，你就无啊啦。嗯。都爱明天清早啊。你爱了解啊，会员遐尼济。这青菜做10张、20张，他都给，对不？再来，还个回补的时阵，110.5或者市价当冲买回，安尼补这个点，补了水无？安尼现赢1.3元，这都第55胜。嗯，安尼赢到无称心愉快吗？你还在等解套吗？唔免啦，对我来10月份。你讲啊，大这是什么行情？哎，够有法度安尼赢？哦，这叫做厉害呢。逐天的呢，你看讲今仔日前顶对吧？113.5，啊那以500万的信用额度计算，安尼会使做你44张，啊赚你3元，安尼算起来13万2000，妥妥加起来10月到今仔日213.7500元。所以咧，阁毋是赢安尼，自6月份到今仔日已经大赢偌济。1757.6万元，人去准是准一时，我来跟你讲啊，要赢百胜，你拭目以待。今嘛55连胜，这已经赢到规市场吼无法取代。你甲看麦，来6月赢偌济，赶快拢一工一支，哦，500万的信用额都计算，385.9万元。这是6月，来7月咧，赢358.9万，过来8月赢435.5万，算咧9月哦，赢363.5万，甲即个月10月，甲今仔日213.7500元，总统计起来6月甲今仔日大赢偌济，1757.6万。你这段期间，你做波段，你赢我看麦，1700多万。是啊，敢有用到会员朋友的现金？无，无，因为咱拢当冲嘛，再无增加投资资金，哦，搁煞咧速战速决，互你无烦无恼，所以讲这种的做法是唔是较适合你的？所以我们比较好困的啊。所以我们之前有一个会员啊，台南的陈先生，他就说，他说哦，好家在，他10月份马上加入，他现在也在算啊，他自己几连胜哦，2连胜、3连胜，就代表他的荷包一直增加，一直增加。丢妹！然后他就打电话来说，谢谢老师。那这就是我们，这就是我们。鳄鱼老师希望帮到投资人的，然后他自己也很快乐，每次有连胜他就在那边唱歌是啊，投资人也会自己唱歌、欸啊、不是就应该是这样吗？是啊、嗯、所以说、哦、我们改变一下对你有好无坏、嗯哦、我一直给你提示、哦、人当冲有这么多优势，你为何锲而不用？比做波段好太多，无烦无恼，我也无增加投资资金，对不？安尼做起来称心如意，不是日子过得很好过吗？是不是？来啦，改变的第一步啦，马仔，来，我已经传达你啊，得意洋洋。你手机啊，你甲摕起来，咱交朋友都好哦。哎，凭鳄鱼老师无甲你收钱的前提哦，你甲扫描 QR code 加入鳄鱼老师 Light， 马仔这支得意洋洋，要安那做，要安那赢。有兴趣的赶紧留下一个电话号码。好，所以等一下广告当中的电话号码你也可以拨打哦。尤其这个资讯呢，广告当中打电话投资人呢、嗯、会先通知你哦。我们还是要讲一句话，想赚钱吗？当然，对不对？那怎么赚钱呢？随便买，
都让他随便买。所以哦，你今天来感受一下哈，扫 Light 留下电话号码，来知道一下当冲的这个厉害的地方在哪里。那我们要问一下，当冲要不要这个感受一下，要不要花钱？那不收钱啊，不收钱。我们就是希望投资人知道鳄鱼老师的厉害，五十五连胜到底是怎么来的。明天就是要攻五十六连胜，十月份还有十几个交易日，你还是有机会赚钱，赶快拨打我们的电话。好，先休息片刻。赚钱最快的四个方式，信息落差，你不知道的市场已经反应了，认知落差，认知决定上限，努力决定下限，执行落差，我做了你没做，执行力拉开财富差距，竞争落差，你我都会，但是你做的没有我好。鳄鱼永新打贴放心，0285113366，等你做阵来。鼎业投顾是金管会特许通过的合法公司，甲诈骗集团和一挂乱七八糟的网络公司是大无同的。鼎业投顾会使带会员做股票投资，嘛会使带会员做当冲，一兼二顾，安心赚钱有保障，欢喜斗阵做回来，快乐人生做阵行。鼎业投顾0285113366。你生来就一无所有，何惧从头再来？半年来想要翻身，最紧的方法就是做家己会惊的代志，还是感觉家己做未到的代志，甚至是无可能的代志，马上做，立即做，手续办了好，马仔对我来，鳄鱼信心十足，喊你行出好未来。0285113366，等你做阵来。这个美国大选即将要开始了，投资人要小心了，也就是这个获利这个情况是一半一半，对不对？是啊，所以报多单也会怕，报空单好像也不怎么样，所以该怎么办呢？当冲嘛，我来讲啊，我们做完当冲了就无烦无恼啊。我们还是要说一句实在话，我们九个交易日是啊，是210万哎、欸，是啊，啊，所以呢，要想干嘛？投资人一定。也在关那个电视机前面上，老师，我嘛想要赚钱呢。啊，就来呀、啊！啊，没收钱啊，前提之下，你这个扫描 QR code， 你要先感受一下我们丢、哦、嘛。我们这一次就是明天，好那一个，等一下我们请投资人还是要扫来一趟，先持续交给我们老师哈。是啊。啊，继续呢。啊，你讲嘛？啊，他这个月他这是他行情啦，啊，看水水啊，但是的，啊，常常甲你武装笑的啊，啊，你开高走低啊。哦，啊，不然就开低走高啊，这歹你有落个呀，对不对？奇啊怪啊！啊，鳄鱼老师啦、啊、吼，人还佫有法度连赢55天起来呢。来，佫不止吼、哦，当冲厉害，咱去，你看卖是这支股票，完全、哦。这个是做波段的吗？为什么？对，就是做波段的。哦。为什么鳄鱼老师特别甲你点醒这支股票？今年获利。缩减超过一半，本益比甲推算超过100倍。哦，这个股票你做多会赚钱吗？真笑。对。那如何赚百万？有兴趣无？有兴趣无啦？我问你啦，要赚100万，安尼这有兴趣无啦？有兴趣就来。哦，我点到为止都。哎，咱操作股票拢一定有原因道理。哦，唔是啊，什么意气用事啦？我加迄个股票安怎都安怎啦？唔是，咱站在最公平、最客观的一个角度做切入，然后我就讲以后，
哦，啊，那不好的时阵，我先给你做提醒，免得啊，你买股票长期套牢哦，我要等一套，这艰苦的啦。所以讲，咱做股票吼，完啦，小心，这是本啦，吼、哦，来，刷你我来讲嘛，要等二一老师一百胜吗？到今仔日五十五胜，人去，这前一天我就拢有先给你出招，咱请提起。这个手机啊，你甲扫描 QR code 加入二一老师的 Lite， 拼无收钱的，人去今仔日这第五十五胜，前顶做嘞，还阁赢了三块，十张十张来就赢了三万，嘿，大概差不多半点钟尔，这紧呢，嘿，对我做当冲哦，速战速决啦，来十月份，甲今仔日213,7500啊。这拢是已经落袋数字，而且六月到今仔日已经要偌济1,757,600块，哇，冒死啊！啊，马仔哩，啊，我得搁传单你吼、哦，来得意洋洋，有兴趣的赶紧手机啊提起来，扫描 QR code 加入二老师 Lite 以及显示电话号码。好，我们还是要说句实在话，真的不好做。是啊，投资要赚钱真的很难。所以十月底之前想要赚百万吗？等一下广告当中的电话，赶紧拨打，告诉你明天操作策略。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。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、审慎评估，并自负投资风险。